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虽然不能出国，不过现在呢，来到了美伦饭店就可以吃到日本道地浓郁十足的鲜味拉面。四月一号起到五月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美伦饭店携手胡同烧肉餐饮集团引进日本知名连锁品牌一幻拉面，在一楼餐饮区是以屋台方式，让民众不用出国，也可以感受到坐在日本街头享用热腾腾拉面的异国风情。Q 弹拉面配上浓郁高汤，再以肉片、青葱、溏心蛋等配料作为点缀，一碗道地的日式拉面就完成了。可口的模样让民众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其实还没吃，我觉得靠近碗边的时候，我就闻到那个鲜虾的香气扑鼻而来。那吃了之后觉得口感就是满口的鲜虾味，然后非常浓郁，我觉得还有北海道的感觉。那我们一幻的特色是说，我们的汤头全都是用甜虾头去当汤底熬煮的。那跟市面上你看到大多数的豚骨汤拉面的汤头不太一样。那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汤头有四种，那口有三种。那可以看我们后面这屋台嘛，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以屋台的方式在台湾做一个就是贩售。那屋台的部分也是说，希望就是标榜着一个日本的氛围这样一个感觉，让大家在疫情的状况没办法出国嘛，可是可以体验到一个道地的日本的口味。因为就像我们的虾头跟酱料都是从日本送过来，整碗面的比例啊配置也是完全比照跟日本一模一样。美伦饭店真是特别携手胡同烧肉餐饮集团引进日本知名连锁品牌一幻拉面，四月一号起到五月底，在一楼餐饮区以屋台方式，让民众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坐在日本街头享用热腾腾拉面的异国风情。因为美伦饭店这个26年来了，那我们刚好碰到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房间的大整修，那未来就是让所有的这个贵宾旅客了住得更安心更舒适。那我们在这个设施方面的俱乐部呢也做了一个非常多的改变，增加很多的设施，让小朋友有更玩的一个快乐的天地了哈。那我们为了吃的方面呢，我们会跟台北胡同烧烤品下旗下的品牌一幻拉面做一个结合。那在这个两个月当中，我们一共有8天，每个礼拜抽出住宿券一张，那让我们花莲乡亲能够共襄盛举，能够有吃又有暖。美伦饭店这次也结合一幻拉面推出了一博二十专案，只要在活动期间搭配方案入住双人套房，除了可以享用自助早餐，当天晚上或是隔天中午还可以品尝到日本道地的甜虾拉面。如果配合活动打卡上传，更有机会可以抽中双人房住宿券。活动即日起每天限量开放订房，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携家带眷，邀集三五好友前往体验。记者徐丽琴，华联社报道。